台语剧团、管剧团举办剧场公众节活动，运用一冬的时间，找出地方的人甲故事，透过工作坊、展览甲讲座，分享地方的文化，增加甲在地连结。溪口乡布袋戏演出时会使用的彩楼，东石乡饲鹅的产业知识，大拿镇用手干那说的故事，来讲较早大拿酒店内底的代志。这场展览的物件，拢是台语表演艺术团队跟剧团要来向大家分享的地方精神甲历史文化。因为过去展览是较资料性的，但伫咧这个展览是透过一个较动态，也是较艺术性的一个手法，吼，甲这个趣味啊，甲一个来，算讲是内涵啦，吼，内涵来呈现予咱遮的民众朋友安尼。一直推广台语戏剧演出的滚剧团，在即届剧场公众节当中，用工作坊、讲座甲展览的方式，唔呐要分享各乡镇地方创新的成果，嘛希望找到未来新的文化行动。我们跟不同的社区的伙伴合作，邀他们来也去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从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观点去讲这个地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未来可以怎么样？甲所有咱。参加社区吼，工作的人吼，做伙集合起来，啊，讲一寡较有系统性的，即几冬到底做啥物代志，一个经历吼，看会当做伙，以后会当做伙，搁做啥物行动，我是感觉这是足难得的这个机会安尼。阮剧团表示，因剧团的成员成立地方文化工作团队，用一冬的时间，伫家己关的山区海线记录在地的历史甲故事。即个借着活动的举办互相交流，希望透过社区共合共创的方式，会当甲地方的人事物产生更加侪连结。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